Standard Course HSK1， 欢迎来到中文课堂，一起学习标准教程 HSK 一级课程吧。HSK 一级第13课。大家好，我是冷老师。今天我们学习 HSK 一级第13课，他在学做中国菜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学习吧。Let's study together. 我们先学习课文一 ,Text 1. 课文一词语，请先听我读。Listen to me first. 为也学习学大卫。好，现在请跟我读，跟我读。为，为，也，也，学习，学习，学，学，大卫，大卫。很好，现在我们一起读。为也学习学大卫。非常棒。请看，学习我们也说学。我们说学习什么？学习汉语，学习汉字，学习做中国菜。我们也说学什么？学汉语，学汉字，学做中国菜。好，请跟我读。学习汉语，学习汉字，学习做中国菜，学汉语，学汉字，学做中国菜。非常好。请看图片，说学什么？学做饭。很好。学写汉字。学英语。现在我问你们回答。I ask you and you answer me. 比如说 ,example, 你学什么？我学汉语。好，你学什么？很好，我学做饭。你学什么？我学写汉字。你学什么？我学英语。非常棒。现在请看匹配，匹配，看图片，匹配。我们先读一读，读一读，请跟我读。学汉语，学写汉字，学数学，数学，很好，学数学。学做饭。好，请看图片。大卫学什么？很好，大卫学写汉字。玛丽呢？玛丽学汉语。
王芳。王芳学做饭。谢鹏。谢鹏学数学。非常好。我们一起读一读这四个句子。大卫学写汉字。玛丽学汉语。王芳学做饭。谢鹏学数学。非常好。我们看大卫和玛丽。大卫学汉语。玛丽也学汉语。玛丽也学汉语。也。我们一起读一读吧。大卫学汉语。玛丽也学汉语。很好。好，请看，用也说句子。王芳，对，王芳是中国人。谢鹏也是中国人。好，我们一起读。王芳是中国人。谢鹏也是中国人。我们说 A 怎么样， B 也怎么样。大卫学汉语，玛丽也学汉语。王芳是中国人，谢鹏也是中国人。好，我们一起读。大卫学汉语，玛丽也学汉语。王芳是中国人，谢鹏也是中国人。非常好。现在我们练习看图片说句子。他和他。很好。他是美国人。他也是美国人。好，请看 keywords 关键词也学。想一想怎么说。很好。他学做饭。他也学做饭。keywords 关键词也喝。对了，妈妈喝茶，爸爸也喝茶。很好。好，这个用也说句子。我们可以说他是老师，他也是老师。我们也可以说，他在学校工作，他也在学校工作。非常好。现在我们看大卫和王芳。看图片说句子。学什么，吃什么，喝什么。我们看学什么。很好。大卫学汉语，王芳学英语。好，我们看吃什么怎么说。很好。大卫吃米饭，王芳也吃米饭。
那喝什么？大卫喝茶，王芳也喝茶。非常好。现在，请看问题。他在做什么呢？他在做什么呢？我们说，他在学习呢。他在学习呢。那他在做什么呢？很好，我们可以说，他在做中国菜呢。他在做中国菜呢。现在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两个句子。他在学习呢。他在做中国菜呢。我们说谁什么东西在做什么呢？谁什么东西在做什么呢？在做什么呢？在学习呢？在做中国菜呢？好，我们看图片，说句子。在做什么呢？他在做什么呢？很好，他在看书呢。一起读。他在看书呢。他呢？对了，他在喝咖啡呢。好，一起读。他在喝咖啡呢。他们。很好。他们在看电影呢。他们在看电影呢。一起读一读吧。他们在看电影呢。我们看李月呢。对，李月在买水果呢。好，一起读一读。李月在买水果呢。现在，请看对话。你在做什么呢？很好，我在看汉语书呢。那你在做什么呢？很好，我在做饭呢。那他在做什么呢？对了，他在喝茶呢。非常好。请问，他在做饭吗？他在做饭吗？他没在做饭。他没在做饭。我们也说，他没做饭。他没做饭。好，请问，他在看英语书吗？对了，他没在看英语书。我们也说，他没看英语书。很好。现在我们看这两个句子，一起读。他没在做饭。他没在看英语书。很好。我们说谁什么东西没在做什么。谁什么东西没在做什么。好，
我们不说呢，不说呢。句子没有呢，没有呢。好，我们看四个句子，四个句子。对，不对？对，不对。好，第一个，他在喝咖啡呢。不对，我们说，很好，他在吃米饭呢。好，请看第二个，他没在看电影呢。不对，我们说，他没在看电影。这个句子，不说呢，没，不说呢，他没在看电影，很好。我们看第三个，他在学习呢。不对，我们说，他在喝茶呢，很好。好，第四个，他没在做饭呢。不对，我们说，对了，他没在做饭。非常棒。现在我们看图片，用也，用也说这个句子，这个句子。好，他和他怎么说？想一想，我们可以说，他在看书呢，他也在看书呢。很好，现在我们用也说这个句子，没在做什么，怎么说？比如说 ，example， 他没在喝茶，他也没在喝茶。很好，现在请看对话。喂，你在做什么呢？我在工作呢。喂，请问李老师在家吗？他不在家。好，请看这两个句子，一起读一读吧。喂，你在做什么呢？喂，请问李老师在家吗？我们打电话，接电话，用喂。打电话，接电话，用喂。好，我们现在看对话。第一个，怎么说？用喂。很好，我们说，喂，你在哪儿？我在商店。好，我们一起读一读。喂，你在哪儿？我在商店。很好。这个呢，怎么说？对，我们说，喂，爸爸在做什么呢？爸爸在喝咖啡呢。好，我们一起读一读吧。喂，爸爸在做什么呢？爸爸在喝咖啡呢。很好。好，现在我们学习课文，学习课文。请听我读课文。
听我读课文。喂，你在做什么呢？我在看书呢。大卫也在看书吗？他没看书，他在学做中国菜呢。好，现在请跟我读。喂，你在做什么呢？我在看书呢。大卫也在看书吗？他没看书，他在学做中国菜呢。好，我们再读一遍。喂，你在做什么呢？我在看书呢。大卫也在看书吗？他没看书，他在学做中国菜呢。非常好，现在我们一起读。喂，你在做什么呢？我在看书呢。大卫也在看书吗？他没看书，他在学做中国菜呢。很好，现在三个问题，三个问题。第一个，我在做什么呢？很好，我在看书呢。第二个，大卫也在看书吗？大卫没看书，大卫没在看书。好，第三个，那大卫在做什么呢？对了，大卫在学做中国菜呢。现在我们一起说三个句子。我在做什么呢？我在，很好，我在看书呢。大卫没在看书，大卫在学做中国菜呢。非常好，好，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三个句子。我在看书呢，大卫没在看书，大卫在学做中国菜呢。好，现在请你们用这两个句子说一说，这两个句子说一说。我，大卫。好，我，很好，我在看书呢。大卫呢？大卫没看书，大卫没在看书。他，对了，他在学做中国菜呢。非常棒。好，我们一起读一读吧。我在看书呢，大卫没看书，他在学做中国菜呢。好，我们一起读一读课文。喂，喂，你在做什么呢？我在看书呢。大卫也在看书吗？他没看书，他在学做中国菜呢。好，现在我是 A，你们是 B， 我是 A， 你们是 B。 好，喂，你在做什么呢？
很好，我在看书呢。大卫也在看书吗？非常棒。现在 change， 我是 B， 你们是 A。我是 B， 你们是 A。好。我在看书呢。他没看书，他在学做中国菜呢。非常好。请看对话。喂，妈妈在做什么呢？很好，妈妈在做饭呢。那爸爸也在做饭吗？怎么说？他没做饭，他在……很好，他没做饭，他在看书呢。很好，我们一起读一读吧。一起读一读吧。喂，妈妈在做什么呢？妈妈在做饭呢。爸爸也在做饭吗？他没做饭，他在看书呢。非常好。好，我们现在复习 review 复习，一起读一读对话吧。喂，大卫在学什么呢？大卫在学汉语呢。你也在学汉语吗？我没学汉语，我在学做中国菜呢。好，我们再读一遍。喂，大卫在学什么呢？大卫在学汉语呢。你也在学汉语吗？我没学汉语，我在学做中国菜呢。非常棒。我们学习课文二 ,text 2。课文二，词语。请先听我读。先听我读。Listen to me first. 上午。电视。睡觉。喜欢。好，请跟我读。上午。上午。电视，电视。睡觉，睡觉。喜欢，喜欢。非常好。现在我们一起读。上午，电视，睡觉，喜欢。好，我们看。上午，中午，下午。上午，中午，下午。好，一起读。上午，中午，下午。请看。昨天，今天，明天，上午，中午，下午。请跟我读。昨天，今天，明天，上午，中午，下午。非常好。我们说
昨天上午，昨天中午，昨天下午，今天上午，今天中午，今天下午，明天上午，明天中午，明天下午。好，请跟我读。昨天上午，今天上午，明天上午，昨天中午，今天中午，明天中午，昨天下午，今天下午，明天下午。非常好。现在我们说这个句子，什么时候天气怎么样？什么时候天气怎么样？昨天上午，今天中午，明天下午。我问，你们回答。I ask you and you answer me. 我问，你们回答。说句子，说句子。好。昨天上午天气怎么样？昨天上午天气怎么样？很好，我们可以说，昨天上午天气太热了。昨天上午天气太热了。好，我们一起读一读。昨天上午天气太热了。好，下一个 ,next。今天中午天气怎么样？今天中午天气怎么样？很好，我们可以说，今天中午天气太冷了。今天中午天气太冷了。好，我们一起读一读。今天中午天气太冷了。好，下一个。明天下午天气怎么样？明天下午天气怎么样？比如说 ,example, 明天下午天气不冷不热。明天下午天气不冷不热。好，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个句子。明天下午天气不冷不热。非常好。现在我们看。你的昨天。你的昨天。我们回答问题。回答问题。说句子。说句子。好。昨天上午你在做什么呢？昨天上午你在做什么呢？很好，我们可以说，昨天上午我在学汉语呢。昨天上午我在学汉语呢。好，现在。昨天中午你在做什么呢？很好。昨天中午我在吃米饭呢。昨天中午我在吃米饭呢。那昨天下午你在做什么呢？对，昨天下午我在喝茶呢。
昨天下午我在喝茶呢。非常好。现在我们看这是什么。这是电视。电视。我们说看电视。看电视。句子，我在家看电视。我在家看电视。对话，你在做什么呢？我在看电视呢。好，我们一起读一读。我在家看电视。你在做什么呢？我在看电视呢。好，请看，这是什么？对，这是电视。这是什么？第二个。很好，这是电脑。下一个 ,next, 这是什么？这是电话。好，这是什么？对了，这是电影。现在请跟我读。电视、电脑、电话、电影。很好，我们一起读。电视、电脑、电话、电影。非常棒。好，我们看睡觉。睡觉。我们可以说在家睡觉。在学校睡觉。在医院睡觉。好，请跟我读。在家睡觉。在学校睡觉。在医院睡觉。非常好。请看。昨天下午他在做什么呢？昨天下午他在做什么呢？很好，昨天下午他在睡觉呢。昨天下午他在睡觉呢。好，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两个句子吧。昨天下午他在做什么呢？昨天下午他在睡觉呢。很好。请看，他几点睡觉？他几点睡觉？他十二点睡觉。他十二点睡觉。好，我们一起读一读吧。他几点睡觉？他十二点睡觉。非常好。Next, 我们看，这是喜欢。喜欢。我们说喜欢什么？喜欢什么？比如说 ,example, 比如说他喜欢小猫。他喜欢小猫。那他呢？很好。他喜欢小狗。他喜欢小狗。好，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两个句子。他喜欢小猫。他喜欢小狗。请看问题。
你喜欢做什么？你喜欢做什么？怎么说？我喜欢看书。我喜欢看书。很好，下一个 ,next。你不喜欢做什么？你不喜欢做什么？不喜欢，不喜欢。怎么说？对了，我不喜欢睡觉。我不喜欢睡觉。很好。好，我们一起读一读这四个句子吧。一起读。你喜欢做什么？我喜欢看书。你不喜欢做什么？我不喜欢睡觉。非常棒。现在我们练习完成句子。完成句子。喜欢做什么？不喜欢做什么？好，请看。大卫喜欢做什么？不喜欢做什么？说句子。很好，大卫喜欢看电视。大卫不喜欢吃米饭。好，我们一起读。大卫喜欢看电视。大卫不喜欢吃米饭。王芳呢？怎么说？很好，王芳喜欢吃水果。王芳不喜欢喝咖啡。好，我们一起说。王芳喜欢吃水果。王芳不喜欢喝咖啡。很好。那玛丽呢？玛丽呢？怎么说？对了，玛丽喜欢学汉语。这个呢？玛丽不喜欢看电影。很好，我们一起说。玛丽喜欢学汉语。玛丽不喜欢看电影。非常棒。好，我们现在看谢鹏。谢鹏喜欢做什么？好，我们用也，用也说句子，想一想。很棒，谢鹏喜欢喝茶，也喜欢看书。好，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个句子。谢鹏喜欢喝茶，也喜欢看书。很好。那谢鹏不喜欢做什么呢？用也说句子。对了，谢鹏不喜欢睡觉。也不喜欢做饭。好，我们一起说。谢鹏不喜欢睡觉，也不喜欢做饭。非常好。现在我们学习课文，学习课文。请先听我读课文，听我读课文。
昨天上午你在做什么呢？我在睡觉呢。你呢？我在家看电视呢。你喜欢看电视吗？我不喜欢看电视。我喜欢看电影。好，现在请跟我读。跟我读。昨天上午你在做什么呢？昨天上午你在做什么呢？我在睡觉呢。我在睡觉呢。你呢？你呢？我在家看电视呢。我在家看电视呢。你喜欢看电视吗？你喜欢看电视吗？我不喜欢看电视。我不喜欢看电视。我喜欢看电影。我喜欢看电影。非常棒，我们一起读，一起读。昨天上午你在做什么呢？我在睡觉呢。你呢？我在家看电视呢。你喜欢看电视吗？我不喜欢看电视。我喜欢看电影。非常棒。好，我们看问题。看问题。一，昨天上午大卫在做什么呢？昨天上午大卫在做什么呢？很好。昨天上午大卫在睡觉呢。昨天上午大卫在睡觉呢。好，第二个问题。昨天上午玛丽在做什么呢？昨天上午玛丽在做什么呢？对了，昨天上午玛丽在看电视呢。昨天上午玛丽在看电视呢。好，我们看，大卫喜欢做什么？不喜欢做什么？对了，大卫喜欢看电影。大卫不喜欢看电视。很好。好，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两个句子。大卫喜欢看电影。大卫不喜欢看电视。非常好。好，现在我们一起说一说这四个句子吧。说一说这四个句子。一，昨天上午大卫在睡觉呢。昨天上午玛丽在家，很好，看电视呢。大卫喜欢看电影。大卫不喜欢看电视。非常好。现在请你们说一说这四个句子。请你们说。昨天上午大卫很好，在睡觉呢。昨天上午玛丽在家看电视呢。大卫喜欢看电影。大卫不喜欢看电视。
非常好。好，我们看。昨天上午，大卫在做什么呢？大卫在睡觉呢，很好。玛丽在做什么呢？对了，玛丽在看电视呢。那大卫喜欢做什么？大卫喜欢看电影。大卫不喜欢做什么？很好，大卫不喜欢看电视。好，现在我们看图片，说一说这四个句子。看图片，一起说一说。好，大卫在做什么呢？昨天上午，大卫在做什么呢？昨天上午，大卫在睡觉呢。昨天上午，玛丽在看电视呢。大卫喜欢看电影，大卫不喜欢，很好，看电视。好，我们一起读一读这四个句子。昨天上午，大卫在睡觉呢。昨天上午，玛丽在家看电视呢。大卫喜欢看电影，大卫不喜欢看电视。非常棒。Next， 我们一起读一读课文吧。一起读一读课文。昨天上午你在做什么呢？我在睡觉呢。你呢？我在家看电视呢。你喜欢看电视吗？我不喜欢看电视，我喜欢看电影。好，现在我们对话。对话，我是 A， 玛丽。你们是 B， 大卫。好。昨天上午你在做什么呢？我在家看电视呢。你喜欢看电视吗？非常好，现在交换 change。我是 B， 大卫，你们是 A， 玛丽。好。我在睡觉呢，你呢？我不喜欢看电视，我喜欢看电影。好，请看对话。请看对话。好，今天上午你在做什么呢？我在学校。很好，学汉语呢？你呢？我在商店。对了，喝茶呢。你喜欢喝茶吗？我不喜欢喝茶，我喜欢，很好，喝咖啡。好，我们一起读一读对话吧。今天上午你在做什么呢？我在学校学汉语呢。你呢？我在商店喝茶呢。你喜欢喝茶吗？我不喜欢喝茶，我喜欢喝咖啡。非常棒。好，现在我们复习 review， 复习，读一读，读一读。好，请跟我读。上午，电视，睡觉，喜欢。好，一起。上午，电视，
睡觉，喜欢。请看对话，我们一起读一读吧。上午你在做什么呢？我在睡觉呢，你呢？我在看电视呢。好，你喜欢看电影吗？我喜欢看电影。你喜欢吃米饭吗？我不喜欢吃米饭。你们太棒了！我们学习课文三 ，Text 3。词语，请先听我读，先听我读 ，Listen to me first。给，打电话。好，现在请跟我读。给，给，打电话，打电话，爸，爸。非常好，我们一起读一读吧。给，打电话，爸，很好。好，请看，打电话，打电话。我们说，给谁打电话？给谁打电话？给妈妈打电话，给老师打电话，给朋友打电话，给医生打电话。好，请跟我读。给妈妈打电话，给老师打电话，给朋友打电话，给医生打电话。非常好。好，请看问题。他在做什么呢？他在做什么呢？他在给大卫打电话呢。他在给大卫打电话呢。好，我们一起读一读。他在做什么呢？他在给大卫打电话呢。非常好。我们看对话，想一想怎么说？怎么说？我们可以说：喂，爸爸在家吗？爸爸不在家。好，请问，他在做什么呢？他在做什么呢？对，他在给妈妈打电话呢。他在给妈妈打电话呢。很好，我们一起读一读。他在做什么呢？他在给妈妈打电话呢。好，我们看。喂，爸爸在家吗？爸爸不在家。你下午给他打电话吧。你下午给他打电话吧。好，下一个。今天中午我们吃中国菜吧。好。今天中午我们吃中国菜吧。好，请看这两个句子，我们一起读一读。你下午给他
打电话吧。今天中午我们吃中国菜吧。吧。句子里的吧。吧。你下午给他打电话吧。今天中午我们吃中国菜吧。好，我们一起再读一读。你下午给他打电话吧。今天中午我们吃中国菜吧。非常好。现在我们看对话，想一想怎么说。今天下午我们去，很好，喝咖啡吧。好，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个对话。今天下午我们去喝咖啡吧。太好了，很棒。好，怎么说？星期五。很好，星期五我们去看电影吧。好，我们一起读一读。星期五我们去看电影吧。好。这个呢怎么说？我们。很好，我们可以说我们去吃水果吧。好，看 B 怎么说。我，对了，我不喜欢吃水果。我不喜欢吃水果。好，现在我们一起读一读吧。我们去吃水果吧。我不喜欢吃水果。很好。好，我们看。这是王芳的电话。这是谢鹏的电话。请听我读。听我读。Listen to me。08143。08143。06961。06961。好，我们看。注意。电话。一个一个读。08143。08143。好，第二个数字一，读幺幺，不读一，幺幺。好，跟我读，跟我读，幺幺。很好，跟我读，跟我读。好，08143。很好，好 ，next， 下一个06961。非常好，我们一起读08143。06961。对了，好，现在请你们读一读，读一读。好，第一个，很好，13890。
腰。好，第二个。很好。4182057。第三个呢？对了，14018254。好，最后一个 ，last one。非常好，54678812。很好。好，现在练习。练习，听一听，选一选。Listen and choose。好，我们看第一个，第一个，听 ，listen。李老师的电话是01235156。李老师的电话是01245156。 Again， 李老师的电话是01245156。我们选 A， 01245156。很好，好，第二个。我爸爸的电话是25087幺。我爸爸的电话是25087幺。很好，我们选 C。好，第三个。谢医生的电话是126-249-76。谢医生的电话是126-249-76。好，很好，我们选 B。好，第四个。他学校的电话是511-077-4213。他学校的电话是511-077-4213。对了，我们选 A。好，我们可以说谁的电话是多少？谁的电话是多少？好，我们一起读一读这四个句子吧。李老师的电话是012456。我爸爸的电话是250871。谢医生的电话是12624976。他学校的电话是511-077-4213。非常好。好，我们现在学习课文。课文。请听我读课文，回答问题。Listen to me first,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s. 听我读课文，回答问题。Listen to me first,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s. 好，请听。823041555，这是李老师的电话吗？不是，
他的电话是82304156。好，我现在给他打电话。他在工作呢，你下午打吧。Again, 再听一次。82304155，这是李老师的电话吗？不是，他的电话是82304156。好，我现在给他打电话。他在工作呢，你下午打吧。好，现在请回答问题。回答问题。一，李老师的电话是？想一想。82304156。好，第二个，李老师现在在做什么呢？对了，很好，李老师现在在工作呢。好，第三，什么时候能给李老师打电话？很好，下午能给李老师打电话。好，现在我们一起说一说这三个句子吧。第一个，李老师的电话是，好，我们一起说，82304156。第二个句子，李老师现在在工作呢。第三个句子，下午能给李老师打电话。很好，现在请你们说这三个句子。第一个，非常好，李老师的电话是82304156。好，第二个，李老师现在，对了，在工作呢。好，下午能，对了，给李老师打电话。好，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三个句子吧。李老师的电话是82304156。李老师现在在工作呢，下午能给李老师打电话。非常好，现在我们一起读一读课文吧。82304155，这是李老师的电话吗？不是，他的电话是82304156。好，我现在给他打电话。他在工作呢，你下午打吧。现在我们对话，对话。我是 A， 你们是 B。 好，82304155，这是李老师的电话吗？好，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很好，现在交换 change， 我是 B， 你们是 A。
不是，他的电话是8230415。他在工作呢，你下午打吧。非常好。好，请看对话，我们一起说，一起说。02-04355，这是大卫家的电话吗？不是。对了，他的电话是02-04356。好，我现在。很好，给他打电话。他现在。我们可以说他现在在学校，你下午打吧。好，我们一起读一读。02-04355，这是大卫家的电话吗？不是，他的电话是02-04356。好，我现在给他打电话。他现在在学校，你下午打吧。现在我们一起复习 review 复习，读一读词语，一起读。为也学习学上午电视睡觉喜欢给吧打电话大卫。很好，现在我们一起读一读对话。喂，昨天上午你在做什么呢？我在睡觉呢。大卫也在睡觉吗？他不喜欢睡觉，他在看电视呢。李月的电话是021-533吗？不是，他的电话是021-554。我现在给他打电话。你下午打吧。现在他在学习呢。非常棒。好，我们看练习。看图片。和词语，对，或错。好，第一个，学习，错。第二个，上午，错。第三个，睡觉，对。第四个，电视，错。第五个，打电话。对，非常好。好，下一个 ,next。看问题 ,questions。选答案 ,choose the right answer。Example, 你喝水吗？ The answer is F. 好的，谢谢。好，我们看问题第一个，今天我们去哪儿吃饭？ The answer is D. 在家吃吧。第二个，昨天下午你在家做什么呢？答案是 The answer is B.我和朋友在看书呢。第三个，你喜欢喝茶吗？ The answer is E. 我喜欢喝水。第四个问题，今天天气怎么样？答案是，很好。A. 在下雨呢。好，last one, 最后一个。
你在看电视吗？选 C， 我没看电视，我在学习呢。好，非常棒，你们。好了，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谢谢你们，再见。关注我们，让中文学习变得轻松又简单。下节课再见，拜拜。